OK， 我现在人在抚顺街哈，那现在是4:27啊、我才刚到这边，才刚上线啊、我就接到我的开市单了，这单呢46块钱啊、我的开市单46块钱，啊、我看了一下距离还可以啊，大概差不多2公里啊、差不多2公里左右啊、这样，其实详细我有点忘记了，大概反正2公里左右的单这样，啊、反正是开市嘛，哦，开市就很重要咯，开市单就一定要接啊，哦，这样子，讨个吉利啦，讨个吉利啦，好啦，那我要去啊取餐了，快到，取餐地点快到了。好啊，各位朋友，我刚刚取了我的开市单的餐哦，那在取餐的时候呢，啊，又接到了一单，不过只给24块的夹单哦。啊，要送哪边呢？要送到那个什么什么庆昌街还是庆什么街啊？反正哦，哇，超级远的地方啊，只给24块钱。哎呦，我怎么可能会要接哦？当然就拒单了。今天拒的第一单这样。好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这是台北桥哈。那民权西路跟这个重庆北路交叉口哈、哦，这样。那我刚刚已经送完了第二单哦，这样。没错哈、哦，我刚刚送完第一单，很快就无缝到了第二单，哦，这样子。那马上呢，就是过来这边啊、接送了，很近啦，很近啦。哦，这样子。啊、现在第三单啦，现在要等第三，应该讲说现在要等着去接第三单，哦，第三单已经接到了，也是很近哦，民权西送到中山北二还是三，我忘记了，反正近得不得了，没关系啦，哦，短单，哦，短单无缝，哦，多接有益身心健康啊，啊、哦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正在天祥路这边哦。那刚刚有接到一单哦，寿司郎的，其实那单价格还不错啊，60多块钱哦。啊，但是呢，我到了现场，他们还没做好哦。那一单我问了说，哎，那要等多久呢？请问这样子啊、哦、啊，那个店员小妹妹跟我讲说，哦，可能要10分钟。我想说，要10分钟那不可能啦、啊，因为我身上还有一单哦，这样。那我就只好，就是那系统给他按哈，就是餐点未准备哈，这样啊，然后就闪人啦，这样那一单大单就给别人赚吧，反正那个是算夹单啦，夹单还大单哦，还60多块哦，那就表示说那个要是非夹单的话，哇塞，那单不得了哦。大概我看100多块，我觉得是有可能，因为通常加单应该都是价格的一半嘛。哦，这样子，好啦，那没办法，吃不到那单就算了，反正还总会有别单可以吃得到的哈、哦。反正我们这个接单就是这样的嘛，跑 Uber Eats 就是这样啊、哦。我们看这个 Uber Eats 工会哈、哦、会派什么单给我们？哦，这样子。各位朋友，我看到一位脚踏车伙伴的车子。熊猫包、啊、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吉林路，吉林路这边一个吉林义郎这边，那现在是9:06，那我刚刚就是把送到旁边的最后一站把它送掉，然后马上下线，因为今天哇真的超级无缝啊、所谓超级无缝就是我几乎都快要没有休息了、我就是啊，今天又非常非常的热哈、哦，所以我就是趁就是一个小小的空档，哦，接单了，但是呢，经过便利商店，赶快冲进便利商店去买矿泉水，然后再赶快出来，哇，真的是不得了。然后今天就跑了23趟，哦，跑了23趟，就因为一直无缝嘛，这样子。那今天其实有弃掉几单，然后这样就是，第一单弃掉原因是我有点忘记了哦。接下来有几单哦，是店家还没准备好哦，店家还没准备好。其实我刚刚有接到一单哦，哇，那个金湛的金色山脉，
哦，那一单还蛮大单的哦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价格哈、哦，190多块钱，但是它的距离其实不远哦，其实不远这样子。所以我认为那一单哦，就是可能真的是一直没有准备好，然后大家哦，就是上到那个金站的金色山脉，一听要等5到10分钟，马上就转身就走哦，马上就赶快去送下一单了哈、哦，这样。那我也把它弃掉，原因是在于说哈，因为我刚好手上有一单哦，其实我去取手上这一单的时候，店家就已经就有点慢了，就让我等了2分钟、3分钟这样哦。那我就觉得，那我赶快先把手上那单送给客人好了哈、哦，这样子，所以就啊。刚刚我老婆拨赖过来哦，所以就录一录断掉这样子。啊，刚讲到哪边？我其实有点忘记了啊。反正哦，就是接到那单金色山脉啊，我就觉得哦没有接到，没有办法哦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只能放弃啦哦，5到10分钟嘛哦，因为我后面还有一单哦，我赶快先去送掉哦这样。啊，后来送掉之后。又接到一单酷盛石哦，那酷盛石的话接了，基本上来说就不用想去送别的啦。为什么？把人家的冰弄融化了哦，复瓶哦，哦复瓶就一只了哦，这个就不啰嗦了啊。反正哦，就是最后啊，就是最后送，最后就结束这样子啊。那今天就是跑这个。23趟这样。好，还不错啦，成绩还不错，那明天就继续啦。